各位观众你好，我是戴中仁，欢迎您再度收看亚洲很想聊。中共的前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三月份才刚刚卸任，不过呢，在十月底他因为心脏病突发而过世了。今天我们节目呢，将来谈谈李克强的过世所引发的议论以及中国的这个观察。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在美国现场的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欢迎您，胡主编。谢谢主持人。您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在台北现场的呢是台湾大学的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欢迎您明老师。主持人好，胡平兄好。节目一开始啊，这个我想先请教两位，我们先从胡平兄开始啊，就是中共的这个新华社的一位退休记者，他同时也是中共的党员顾万明哈、啊，他发表了一个陈情书，同时具名的，他要求中共的党中央应该调查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死因，同时呢不应该仓促的进行遗体的火化。其实，在我们节目录影的这个时候，正好是李克强的遗体进行火化的这个时刻了。那很显然呢，这个他的这个具名的这个陈情是不管用的，但是很少见到。因为中共的这个领导人过世之后，那么有出自中共官方媒体的退休人士具名的要求中共官方要调查一位领导人的过世哈。我想先请教胡平兄，为什么在中国的民间会质疑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死因呢？胡平兄，因为李克强之死确实留下很多疑点，因为像他这个级别的中共元老，那一般是受到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医疗保健待遇。你看从邓小平去世之后算起嘛，像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元老，死得早的也是85岁，唯一的例外是黄菊，原来当过政治局常委的黄菊69岁就死了，但是黄菊都知道呢，他是得了胰腺癌这个不治之症，而且在他的得胰腺癌的消息呢早有传闻，还有在他去世之前有几次该他露面的时候就没有露面了，就知道他病很重了，所以黄菊的死没有任何悬念。可是你李克强刚68岁，而且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他外出活动的一些录像，从录像的情况看他的身体状况很好，精神状况也很好啊。再说现在说的是李克强是在宾馆游泳的时候死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啊，这种高级宾馆的游泳池是有专业的救护人员的，何况李克强还带有随从，你李克强你有心脏病，这个你们自己肯定是早知道的，因此呢，按理说他的随从应该随身携带一些急救的药物。再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上海是有着中国最好的医院，也有着最好的专科的专家，所以这个如果李克强真是在游泳的时候出的事儿，那么他应该在第一时间就被发现，不可能像有的人都出了问题了，那按乃至于上面的那个救护人员都没注意，因为人太多了。但李克强因为别人不可能不注意的，也许他就游泳池就他一个人在游啊，所以他应该第一时间就发现他有问题，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急救和最好的治疗。所以按说呢他是不该死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了他就是猝死，但是你猝死毕竟是个很小很小的这个概率，很小很小的可能性，所以大家当然就起的这个会有怀疑。再说所以这位顾万明先生，新华社的这么一个记者提出的质疑和提出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啊，你如果真是像他说的游泳的时候怎么死的，那这么几天都过去了，按说当局或者某些人就会以比较权威的方式就给我们讲一讲这中间的细节啊，他怎么的游的泳啊，怎么出的事儿啊，然后怎么样会讲细节啊。可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那只有在昨天，我们看到网上在流传一份，就是据说是个全国政协委员写的一篇讲的一个话，他是去拜访到了这个总理的家里去吊唁，然后听了这个李克强的夫人陈红讲到这个事情从陈红的讲的好像就是个自然事件，虽然是非常非常的意外，但是那个讲话本身，他这个传话本身就觉得有点可疑，因为这个人本这个前政协委员他也看不出他跟李克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且他要去李克强
这个家里去吊唁是得到国办批准的，那怎么就批准他？怎么批准别人？因为李克强按说他又过去北大的校友啊，早先的老同事啊，按说是该这些人先去见到他，他跟他既然并不是那么熟，那陈红为什么会跟你讲这些事情？再说呢，他透露的陈红讲话也有问题，在那个讲话中间，陈红好像在那诉苦啊，就说到这个，他们家的经济情况不怎么样啊，而且还提到女儿没有工作，哎，还说这个李克强去世了，我们孤儿寡母，那这话不像是陈红讲得出来的呀。我们知道呢，陈红是一个有很高的文化教养，而且你想看我们看李克强，他早就出任在中共出任高职，乃至于后来当了总理，但是你看的陈红都是非常低调啊，就说明这个人他的个性，他的品味，那是绝不是能够跟别人讲出什么孤儿寡母这种话的。再说你说他说出他女儿还没有工作，这个也觉得人很疑心嘛，因为你我看到在10年前2013年，香港的《明报》就发了篇报道，就说这个在18大前后，中国领导人的子女都回到中国，其中提到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从美国回到了中国，也提到李克强，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的女儿也从美国回到了中国。那里头就谈到呢，李克强的女儿原来就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是从北大毕业之后才去的美国留学。那么到了2012年18大前后，就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北大。那你以他那种学历那种资历，那怎么会没有工作呢？除非说他自己不想工作，所以他不可能没有工作的。那他要不想工作，或者是不是因为关于李克强女儿消息我们都知道非常少，你都查不到啊？那就算他成家了，要当全职的家庭主妇了，那也一定是他的先生那边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等等，所以这个不存在。这个李克强，当然我们知道李克强是确实是比较清廉的，但是按照他的这个中国这个按照规矩啊，应该给他的这个物质待遇，应该说还是要比一般人要高得多。所以那个东西，这个传言本身现在是唯一看到的来自中国官方的某些人士透露出来的，尽管是通过网络这种并不那么正式的渠道，但是呢，就他透露的东西呢，仍然让人非常起疑。那么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使我们就没法对李克强之死，这个疑虑就打消这种疑虑。所以这就是大家这种关于他的之死的，总会有种种的说法。显然胡平兄跟这个顾万明一样，都是画一个问号对李克强的这个死因。您也是吗？当然是了，因为这个第一，这个就像我就接着胡平兄的这个论述呢，往下谈一下。第一，这种级别人呢，他们的健康是24小时监控的，对不对？你如果说心血管堵塞什么，你有些前兆，你应该事前就知道，就说啊，你心血管是有点问题的，这第一点。所以照理说哈，如果到这么严重的话，通常因为我碰了几个朋友，他们也要谈这事情，有个朋友就是心脏有问题，他劈头就讲说不可能，他说我医生根本不准我游泳，也就是心血管如果有这种问题或心脏有问题的话，医生第一就不让他游泳，你怎么会去游泳的第一个。所以刚刚胡明兄讲说，第一这个游泳问题，第二呢你身边应该有警卫员，第三如果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话，你身边你是那警卫员可能带了 AED 或其他抢救器材的，所以这个东西都很奇怪。我想回头看一点哈，第一就是老百姓对他呢那反应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强烈非常浓厚的，但他在他那个故居前面，在那合肥的故居前面，你看一排排的人龙啊，在那排队上等着献花，那花献了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他，然后同时呢，就加上胡平兄刚讲的，我们看到很多谣言。如果说刚才讲的事情，他都摊开了，官方都摊开来说了，他是什么出了问题啦，然后怎么样了，然后送过来，然后一辆灵车过来说，大家也都扶老携幼，怎么跪拜啦，然后寄送啊什么，然后这过程也都非常清楚啊，然后有个很清楚的智商委员会啊，都弄到这个很轰轰烈烈，啊，非常这个哀荣的时候，那没有这么多问题。如果说老百姓都民间都传说这么多谣言的话，他至少反应就是，
不相信人太多了，嗯，太多太多了，所以大家觉得第一死因可疑。那有人就整理说嘛，他大概光这件事情他就看到几个疑点。第一个就是这个为什么好像在二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这媒体呢在测试说有正国级领导人去世的消息，测试，然后有一个还测试去看说，就是测试这个李克强的事情，而这个事是二月份，这非常奇怪的，这第一个。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到是那时候报道那个新闻呢，有很多媒体的时间呢是提前的，他是26号晚上，不知道是6点、7点、8点，然后陆续报，就他给的时间说死亡时间呢是27号凌晨这个凌晨十分。0点10分，那就预知死亡既逝了，这非常奇怪了，这第二点。第三点呢，你送什么医院呢？啊，大家都讲说那个医院它不是一个最好医院，它是个中医院，它也不是这个专科医院。专科医院像什么中山医院呢，或什么这个金山医院，好像都是比它好得多的，而且专业的多的，为什么不送那里？然后再来就是你说啊，这个东西这个送到医院说没关系，你又要急救啊。啊，不是的，因为那附近近的医院比较多。第二就是你要急救的专家得来，专家得从那地方来。那前几年我们看到那个报上有个新闻讲说，有一个高中生好像心脏出了问题，帮他跨省送急救就3小时，然后救过来了。李克强那个6个小时没救起来，6小时没救。但我们不能说一定有问题，但是就是说大家有太多怀疑。好，最后就专家来的时间又晚很多。专家从中山医院过来，晚了好几个小时才过来，不太可能。他这种等级人应该就是用飞机都送过来了，用什么都弄过来，就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大家会有太多怀疑。第二就是，那有人的话讲了重点，但是不是没有道理。有人留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去世了，我们这样哀悼他，我们这样哀悼呢，未必代表他好，只是代表我们对活的人很不满意。活的人很不好，所以死的未必好，但活的是很不好，这是确定的。那为什么这个活的不好呢？最简单就是这几年搞这个武汉肺炎清零风控，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多次，风过头的结果就是搞到经济变差嘛，民不聊生嘛。所以大家觉得说，那无论如何有一个懂经济的，然后他也很认真讲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情，哪怕他后来推地摊经济还没有很成功什么等等，但是他真是努力去做事，大家是看在眼里的。那么也就是对比之下呢，大家真的觉得是我们对活的人不满意，对死人呢只好借着这个发出一下呢我们的不满。所以明老师，我想这个你刚刚讲这里，我觉得这个我想要立刻请教，就是哈，假定说包括我两位对于这个李克强的死因都有问题，同时中国的民间都也盛传的话，好，那假定他是被谋害的 ，OK， what's the benefit？ 他这过失对于什么人受益的呢？要不然胡平兄先说还是我先说？啊，我先说 ，OK 哈。谁会受益呢？当然现在这样啊，习近平的这事情啊，这几年干下来呢，也干到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个塔西佗困境。嗯，塔西佗困境就是因为希腊时代大家对这个政府的一种看法，也就是你政府做事情做到老百姓啊不相信你了。到最后你说什么老百姓都不相信，你说真的说假的老百姓都不相信，这是塔西佗困境。今天这个习近平当局似乎就陷入这种情况，他说什么人家都不信，所以闹成什么情况呢？他可能真的是李克强真的是自然死亡，但大家都有很多怀疑。是为什么怀疑呢？第一，过去呢这个你的经济政策呢跟李克强是不对版的。李克强强调什么要开放啦，要民营啊什么等等，就是少管政府少管点，结果大家看见你搞什么，你搞国进民退。第二就是这个，然后李克强讲说我们要对外开放什么，然后呢你去搞战狼外交，把这个国际上这个外贸呢也搞垮了。所以老百姓看在眼里，就是你做的事情呢跟我们一般这个理常理判断呢都不一样。我记得改革开放那个头几年，当时我也很惊讶，所以就很密切的关注，那时候正好我在写博士论文，所以每天看人民日报很认真去读。就后来那因为我周边有个大陆同学，他们在看我看人民日报，就跟我谈这事情，就说啊你看到什么，我就谈的改革问题。他说老百姓想，有个人就跟我讲说，咱们老百姓想法这样的，
趁着共产党这几年糊涂了，咱们赶快攒点钱啊，等下过两年他又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又不让我们赚钱了，那我们日军难受，先攒点钱了，弄了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下来，这个老百姓是真得到好处的，大家晓得说改革开放这条路是对的，是不是这样？那你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你整个是倒过来走，所以一般人用常识来说都觉得不对劲。那当然习近平你有大算盘，我们不知道，那你要这样走，那你有你的想法，那可能最后证明你是对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大家不这样觉得，如果说大家普遍都觉得说你这样走不对的话，那李克强死我们当然怀疑是你干的嘛，这第一点。第二点，所以这个习近平可能真的是这个背了黑锅。好，那还有谁可能去做这个事情呢？还有很多人呢是不满意习近平的，他可能喜欢李克强，但他的想法就是如果像我们把李克强杀掉的话，那你会背黑锅，是不是？这是我后来最新看到的想法，就是反习的一些人他们未必反李，但是他借着去把李做掉之后呢，会让习背黑锅，然后从而制造一个机会或制造口实把习推下来，也就是反习的人士的一些作为。所以现在看到就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这个习自己动手干的，第二种就是反习人呢为了就让嫁祸于习呢，然后他就动手干，当第三种就是自然死亡。所以不管怎么样，现在一个情况就我刚刚说了，老百姓就不相信，老百姓他们认为，哎，就是你干的，没错，搞到这种局面。胡飞兄啊，如果说习近平对李克强是非自然的因素死亡的话，那谁是受益者啊？这有好几种可能，刚才这个明居周先生已经谈到了，一般最想到的第一个可能呢，那就是习近平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尽管李克强下台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包括体制内，包括党内，上上下下对习近平不满的是大有人在啊。那么万一出现了什么事变，李克强就会成为最能让各界人士接受的一个共主，所以他能起这么一个作用啊。这就是尽管他下台了，习近平仍然会对他很猜忌，这是大家会产生这种联想的原因。好，据我所了解，您跟这个李克强算是校友对吧？你可不可以说说你跟他的认识，对他的了解，好吧？对，我跟他算校友，我那个是研究生，他是本科生，那我们念书的时间呢是在同一个时间。本来呢，因为我是研究生，跟本科生没什么交集，不认识，就是因为80年呢，我参加校园的竞选活动，所以这么一来呢，就认识了很多本科生，我记得是在应该是在82年，那时候我已经都毕业了，那时候李克强呢在担任北京大学的校团委书记，我在他的那个团委书记办公室跟他有过一次单独的一个长谈，那我还记得他当然讲那个时候北大的学生干部团干部，说实在话和现在的是那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那时候整个北大的风气是相当自由化的，好几届这个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那都是很自由化的，包括比他更早一点的一个叫张伟的经济系的这个本科生，还有一个叫中文系的叫潘维明，还有一个中文系的呢叫刘晓峰，这几个他们都是先当学生会主席，后来当团委书记，毕业之后呢就正式进入了政界啊。但是由于他们就是很自由化，所以他们先后在几次反自由化中，包括在64中，这就离开了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那么李克强在当时呢，也跟我前面提到那几个学生很类似啊，他那时候我记得他讲，我们当然很多话讲的还是大家看法很比较一致，比较接近啊。另外我还记得很清楚呢，他还讲了很多。这个关于当时很流行的三论，什么信息论呐、控制论呐、系统论呐，就表明他对很多事情这些新知识相当的感兴趣，有很强的好奇心。另外呢，他们法律系有个教授叫龚祥瑞，那位教授是一个留学英国、美国，而且还在法国留过学的一个法学家。他这个龚祥瑞呢，当然思想是相当自由化，相当主张这个法治，主张宪政民主的。这个龚祥瑞我记得都是，那我都离开了学校了，龚祥瑞他们召集的几个他的得意门生
要一块儿在他屋里谈个什么话，还特意叫了我去。我记得那次呢，李克强也在座，因为李克强是他很欣赏的学生，他当时编很多书啊，做很多事情啊，都是李克强都等于成了他的几乎成了第一助手。所以那个时候李克强毕业之后，本来是也校方是准备打算把他保送到西方来留学的，后来另一方面就要求他就把他调到团中央去了，这样他就没有走治学之路啊。那么在当时北大的同学中，一般的干部都是总的来说思想是比较自由化的，而且在北大那年头那和后来大不一样的，那你学生中间要服你，让你当学生会的主席，当团委书记，那你在学生中还是得有一定的威信，你的学习那还是要算比较冒尖，你的各方面都还是要比较出色。那年头不讲什么红二代的，什么太子党的，那时候很那太子党包括邓小平的儿子，包括薄熙来的都在北大，可是在当时没有任何引人格外注意的那个成分，所以当时整个风气是这个风气，所以那他是那一代人的这个背景出来的。那么我后来我当然就跟他没有什么交集，那一次事情呢，那就是在2007年，大陆一个很有名的维权人士叫郭飞雄的，现在还被关押着呢，他因为一个案子，就从广东，他本来人在广东，就给移送到辽宁看守所。当时我和王军涛，因为王军涛也是我们北大的校友，当时他和李克强的私人关系交往更多，我们两个人就以校友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李克强的公开信，其中就提出呢，现在郭飞雄这个移交到你那儿去了，我们就希望你能够呢，叫下面的人不要法外施暴，对他酷刑虐待。没过多久，郭飞雄的太太在广州的张青就告诉外界，有两个辽宁的公安专门到他家里去，拿出了一盘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一个录像。那录像显示呢，他正在和几个人一块打扑克，然后辽宁公安告诉他说，知道你们家属对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情况很关心，所以我们拿来给你看，让你放心。可是没过多久呢，我们又得知郭飞雄又讲到他在会见他律师的时候，说到他在辽宁看守所受到了狱卒的这种虐待。那这两个消息完全相反的了，到底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了，一种可能就是开头什么辽宁公安送录像带那个事儿根本就是演双簧的，根本就是欺骗我们的。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确确实实当时李克强很可能就看到我们的信，而且也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打了这个招呼，但是呢下面仍然有一些人对李克强对郭飞雄采取了酷刑虐待，等于这是两件事情。当然推想起来呢，是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你要说他李克强他们辽宁公安故意做搞这么一个骗局，他没必要嘛。那外界那国内那么多人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抓起来，外界都在呼吁要这样要那样，他没有一次的狱方当局没有任何回应嘛。那为什么这一次偏偏有这一次有这么件事情呢？所以那么从这些事情呢，那当然我对李克强就所以还有这个存有一定的好感。那另外我们还当然我也认识不少的我们北大的校友，有些后来在这一年之后还和他有些个人接触的，他们给我讲的情况呢也大体如此。虽然一方面呢都对他虽然身为总理但是很受压制，权力很小，这点感到这个很窝囊，但是另一方面呢都还是多多少都还是说他还是保留了那一代北大学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底色，所以对他还是有相当正面评价的。好，这是我们对这个他的早年的一些了解了哈。不过明老师，您对于李克强呢，你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中共的领导人吗？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其实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理嘛哈。假定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理的话，那表示说他即使有想法，他也没有做法嘛，不是吗？您的评价呢？对他坦白说还有点困难了。你以他背景来说，像刚才这胡明兄提的，其实李克强是正牌的经济学博士啊，对不对？他这个相关的知识是非常丰富非常扎实的，那这毫无疑问。但是呢你看他在这个场我们就讲，我们说因为我们也认得很多大陆朋友，然后也很多来往，那很多是党员，很多甚至是一定层级的官员。后来我就发现有个特色，其实我就跟学生来往的时候已经有这感觉，
跟你私下聊天所谓的人性流露，嗯，玩得非常真实，然后会哭会笑，然后会讲真话，会讲他最具体一个例子就是，当他跟你在半喝酒喝到半夜，然后跟你讲他家的文革受到迫害的时候，嗯，那是真的 ，OK， 那都是真的，所以好，那没问题。第二天等到他跟其他大陆同学在一起看到我的时候，嗯，或者我们之间发生什么冲突的时候，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Okay. 那党性就出来了，那一副就是要扑上要咬你的样子，所以我就对共产党这种就对于人性的扭曲啊，我是亲眼看的，然后体会非常深的。所以从这里引申，就是李克强那些本性啊，或者说底色哈、啊，我完全同意。因为我虽然不是真的认得这个人，但是你去观察，你晓得说他是这么一个人物。可你注意看，他在这个当官的时候呢，没有特别杰出表现。第一在河南。河南你说政绩特别好吗、看不太出来。然后干辽宁，辽宁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辽宁出了以立神事件、好，你知道以立神事件吗？那不是很清楚。这样子，这个胡平兄你知道以立神，就是有人去弄了说，哎，他发现一种新种的蚂蚁，繁殖率非常快，然后呢经济价值非常高，你就去养，然后就去卖，然后就可以卖钱，很多人就去跟着去养蚂蚁，所以变成像什么，像以前我们不是养那个金丝雀，明白吗？它就是这个，哎，就是庞氏骗局了，就是上一拖骗下一拖，所以大家就去买蚂蚁，然后养一窝，最后卖回那个公司给你多少钱，然后你再买来养，然后再去卖给别人，所以很多人养蚂蚁养很多，就赚很多钱。所以呢，蚂蚁还可以萃取什么东西出来，然后什么什么好处，延年益寿了，返老还童之类。最后闹到什么地步，我在台北当教授，接到人家这个都拦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养蚂蚁、我都忘了这事情、然后胡平兄可能还知道这事儿，我 还被人家兜过说要不要养山西长毛兔那兔毛长得特别长，剪得特别快，品质特别好，可以仿衣服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种事情非常多。然后以立神就是那个时候发生在辽宁，所以闹得还非常大。那当然后来以立神是这样、那个后来就几万人上街了嘛，最后就搞了特警啦、公安武警包围，然后就切割，然后一部分人就抓起来了，那最后就是反正赔了钱了事了。所以你说地方政绩呢不见得特别突出，当然后来进了常委之后，你就当作这个重点去培养，就准备接总理了。我相信胡平兄记得大概04、05、06那几年，就他们还没有进那个，他跟那个习近平还没进常委以前呢，当时传的呢是李李体制。李李体制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李元朝当这个总书记，然后李克强当总理。第二版本刚好反过来，李克强当总书记，李元朝当总理，反正总而言之是李李体制。李李体制传了多长时间呢？传了大概我的印象中至少一年。我们怎么会知道中共中央布局呢？除非他有意放话嘛，对不对？是啊，那这个一年前我们就知道是李李体制。那段时间呢，我正在写书，我在写国际政治书，所以对大陆里面的事情我就是不那么深入去研究了，就看看表面的，然后就回头专去做我研究去写书了。所以我听李李体制听了一年，一直到有一天呢，那个香港一个杂志寄给我，然后我到邮局，到台北那个台大那邮局去开信箱，然后一拆开看，本刊独家消息，不是李李体制，是习李体制。我真的吓到那杂志掉到地上，我说怎么会呢？然后我就弯腰去捡。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弯腰捡起来那刹那，我突然想通了，我怎么这么糊涂？当然不会是李李体制，为什么呢？不可能两个团派，对不对？习李体制比较合理，一个太子党，一个团派比较合理。所以我捡起那杂志的时候，我就释怀了，我说对，应该是习李体制。既然是习李体制的话，那李就是被安排做总理了嘛。好，所以就见习总理哈。啊，那他上来干总理之后，大家对他很高期望，说啊，你是这个经济学博士，然后你有地方经验什么等等，所以，那你去好好辅佐习近平，然后习近平去掌政，然后你去主持经济，就像当年胡耀邦跟赵紫阳一样，对不对？大家就有这想法，所以大家对赵紫阳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赵紫阳当时推动经济改革、闯物价关什么的，哪怕后来出点纰漏，但大家觉得说他是真心在改革的，然后他也是做出了贡献。
所以大家不知不觉就把对赵紫阳的那种期盼呢投射到了这个李克强身上。我记得当时很多跟一些朋友聊天，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可是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说他真的没干出什么事儿来。那很快就传出消息，中南海的北院跟南院在斗，北院跟南院在斗，南院压北院，然后怎么闹得很凶。后来我还有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底下那工作人员是取了外号的，一个叫胖子，一个叫眼镜。你知道谁是谁了吗？啊，你知道谁是谁了？所以说，胖子呢很讨厌眼镜，胖子找机会呢就给眼镜穿小鞋，那眼镜非常生气，眼镜有机会呢就闹回来。但是毕竟胖子权力比较大，然后眼镜权力比较小，所以这个到底是你这个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所以弄得非常惨，然后活得非常窝囊。说这个是一个看过最窝囊的总理，所以严格说呢，这个真的是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之后呢导致这种结果。那你有志难伸，如果真的像正常情况说一个政治一个经济的话，那他可能会好得多，所以我们对他评价会不一样。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说，今天老百姓对于一个其实政绩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去世的总理有这么强的哀悼之心呢，就是毛泽东说那句话，你们拿死人来压我活人，就是这句话。洪明兄，刚才您也这个提到了他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生平哈，就是李克强了。那刚才我们听到明老师所讲的这个，同时明老师刚才也稍微点到了，就是在李克强的故居有很多的民众前往致意啊，这个形成一片这个花海哈。我想请教胡平兄弟，毕竟您从中国出来，你可能更能够理解啊，是不是像刚才这个明老师所说的，就是拿这个死人来压活人？同时，我们如果从李克强的政绩来看的话，民众的这个怀念的热烈好像两个不太成正比，是吗？是的，当然这次悼念李克强的这个民间反应非常强烈，你和先前江泽民死、李鹏死，那都构成那个很鲜明的对比。当然这个是悼念李克强人这么多，声势这么大，这包含很多方面。有些人也许就是因为李克强是英年早逝，很意外的、很不幸的早死，这点感到特别惋惜。那你江泽民啊、李鹏啊这些，至少是活得很长岁数才死，没有大家不会有这份感情，对他很惋惜，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对他很惋惜，然后就所以就特别悼念。有些人呢也感觉到李克强这个总理当的有点窝囊，替他有点不平，所以要出来悼念。还有一些人，相当一些人，就像刚才明居正先生谈到的，那就是借题发挥了啊，主要是来悼念，以悼念李克强为名，表达对习近平、对中共现在这个领导的这个不满。所以这些地方呢，它和1976年中国悼念周恩来，和1989年悼念胡耀邦就有一些类似之处啊，这都有就有所谓以死人来压活人。特别那个悼念周恩来的事情，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嘛。开刀大典都是悼念周恩来，周恩来是1976年1月8号死的，大家都去悼念周恩来，声势很大。可是后来呢，慢慢也就下去了。结果他那年有个清明节，中国有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4月5号，这个按传统就是祭奠死者的日子。这个结果那个清明节就成了一个集合令。就使得所有，对，不仅仅是要悼念周恩来，而是要在悼念周恩来这个时候借题发挥的人，给他们发出了一个共同的信号。所以到了4月5号，那很多人四面八方就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就然后声势越搞越大，然后提的口号也越来越尖锐。你看开头1月8号的时候，你看到的都还是悼念周恩来，很少有直接的表现出那种反叛意识那个东西。可是到了4月5号就不一样了，就喊出什么口号，什么扬眉剑出鞘啊，什么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啊。那你看，这就是76年的了。那89年不用说了，89年起还是悼念胡耀邦去世，但是很快你看学生们就提出明确的要求自由民主的这种口号。到后来那民主女神像就附在天安门了，所以他的这个表达的政治理念，他有个逐步升级。通过这些呢，他的人们里面会互相感染，因此呢，他到后来，他在开始你看不太出来，他是好像开头呢
悼念的成分多，单纯的悼念成分多。这里呢还有一个原因呢，那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李克强他毕竟是所谓正常的退下来的，退下来之后呢给人也是正常的感觉，等于是在共产党那儿在党国来说他还算是一个正面的，因此呢悼念他呢没有任何政治风险，这就使得很多人会去参加这个悼念，也使得那些想借题发挥的人也觉得这是个比较好的时机。那这就不像赵子阳，赵子阳去世，你说赵子阳做了那么多好事，谁都知道他是因为反对六四屠杀才下的台，但是赵子阳2005年去世的时候呢，你看悼念公开出来悼念人并不太多，因为大家很清楚啊，你赵子阳是被赶下台的啊，你悼念赵子阳就表示你支持赵子阳，表明你反对六四，反对邓小平，那你就是有政治风险的了。所以到头来你看见出来悼念赵子阳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比较勇敢的异议人士啊才出来悼念。而你悼念李克强呢，他就一方面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呢，所以悼念他没有任何政治风险，没有门槛，但另外呢他又含着很多很多的政治意味，这样子就使得这个活动就搞得特别大。所以现在我们都看到中国它就是这个情况，你从这次很多地方人们提出的口号啊，人们写的悼念词啊，再加上网上流传的很多东西，你就感到这个中间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悼念李克强的问题，这中间确实体现出对习近平当局的不满。如果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可以预测到什么下一个清明节的时候可能会形成另外一次的大集合的状况。不一定要到下次清明节了，那可能太远了。对对，我觉得就是就看这几个礼拜。所以您觉得会陆陆续续会有群众集合的状况？会有集合，但是会闹大那倒不一定，就是大家会有这想法，因为老百姓都在想，就我们说这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这么大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么重要的身份，你现在突然过去了，第一你得要个治丧委员会，对，现在没看到治丧委员会，我不知道看我出来没有，现在我没看到治丧委员会。第二应该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比较公开的追悼会，然后第三呢你要这个容许大家有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老百姓自发的悼念活动，但这些东西呢官方的好像都很禁忌，然后你可以看到又禁止，不只是禁止的东西，我们还听到消息就是很多大学里面呢明白这个发讯息要开会讲说禁止悼念，然后禁止传话，要下沉这所有的行动，然后这个连什么一般的大型活动禁止，什么演唱会什么都禁止，也就是说阻止人群的集合，这个是很明确的，所以老百姓是看在眼里面的。好，那再来我们现在看那个据说是李克强的灵堂的照片跟画面，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这么寒酸，很多人讲说连我爷爷的这个灵堂都比这个强，那这话讲的是很重的了。那再来就是为什么这么急忙火化，胡平说你记得前面的领导人过世有这么快处理的吗？当然他这次说呢是照着李鹏那个规格，但是他也没有那么紧迫。另外他当年李鹏的时候，他当然第一民间没有到自发悼念李鹏这么回事情，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压制。对，现在确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我们从很多渠道得到的情确实如此，有关方面现在是使劲维稳，特别是在一些所谓敏感的一些单位一些地方，那么这个维稳功夫下的是格外严厉，因此呢你看得出来这次整个悼念活动它的一个指向，以及我们从当局那儿的反应确实就可以看出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了。所以如果说他的维稳工作做了这么严格的话怎么样，我们说习近平心虚。是啊是啊，他至少什么，他至少就是说我担心大家借题发挥，那未必说是真的会怎么样，但是我担心借题发挥。你不觉得说这几年来那个社会的维稳力度越来越强吗？对，对不对？这第一个，这很明显。第二就是他也担心说大家就借题发挥。为什么他借题发挥呢？他心知肚明，过去干了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人心的。别的不要说，光是什么清零风控呢，搞得经济这民不聊生之后，大家反应就很强了。我们回头想想看，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为什么突然间会解封？白纸革命啊，
白纸革命啊，是，对不对？是，白纸革命怎么来的呢？大家都觉得哎，没事没事，心灵风控，大家都觉得挺好的。然后每天核酸检测多少次？有个爸爸说，我的小孩才几个月，今天检测去核酸检测九次，才几个月他被核酸检测，为什么？我需要抱来抱去嘛？就捅鼻子捅了九次，所以那爸爸气死了。这小孩才几个月大。所以你说一般人他反应不强烈吗？强烈啊！所以到这个十月多、十一月的时候，大家出来白纸革命啊！我们后来听到消息，胡秉忠可能听到更多消息。我们听到消息是，全国十几个省份、100多所高校爆发了白纸革命，所以突然间就这个解封了。解封之后，你回头想想看，当时这个习近平在接待一个欧洲团的时候，还特别很轻轻的解释一下啊，这次这因为闹得比较凶啊，所以然后学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了？你很少看到他出来讲这种话的，他出来讲话表示说他很上心，上心什么呢？上心白纸革命。什么叫白纸革命呢？中共驻法的大使卢沙也讲得最好，白纸就是颜色，白纸也是有颜色，这叫颜色革命。所以他们怕的就是政权不保，所以刚才胡平兄讲的维稳呢，他就从这角度出发。你说是不是心虚？当然是心虚。他是不是心知肚明？他心里是有数的，就是我现在一些事情是不得人心的，这东西只要搞下去是有问题的，但我就是要这样干，然后就是不能让大家借题发挥，拿死人来压我活人。所以他当然会这样想。其实没有这事情，你就晓得中共这么多年来对于颜色革命非常在意。所以任何这个冬瓜豆腐事情，他觉得说可能演变的话呢，他都会怕。刚才节目一开始我提到说，在我们节目录影的这个时候，其实李克强的遗体在北京进行火化啊。在我们所了解的讯息呢，在录影的今天呢，对于火化仪式，其实这样是非常的这个低调。同时呢，这个在中共方面也对于在上海的这个地铁站都进行的这个管制。那除了上海之外，包括北京的地铁站也做了一些管制。反正只要人群可能会聚集的地方，大概这些地铁站都不停哈。那么这个大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做法。胡秉兄，您刚这个提到了这个李克强，同时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你觉得习近平他现在的这个维稳，那么在这一次怕这个借题发挥的这个事情这个能够发生，但是民众的情绪是真的可以被压下来的吗？胡秉兄，他这个取决一些很特殊的因素，所以这次这个背景呢和89年胡耀邦死不太一样，因为89年。那整个在胡耀邦死之前，那中国的政治气候可以说是中共49年建政以来是最宽松的时候。你看在那年的1月1号，大家还记得吗？89年1月1号，方励之就发表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就提出要释放那个大赦政治犯，然后一大批这个知识界的名人也接连发表这个联名信，要求释放政治犯等等等等。那这是89年气候。所以89年胡耀邦之死，他很迅速的由一个悼念活动转变成个民主运动，这个是毫不奇怪的，那势在必然。这比较类似的，这次比较类似的呢，是76年那次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那次悼念周恩来活动，我们知道从1月8号就开始悼念，当时大家很多人都是自发的悼念了，包括当时都是单位都是党控制的呀。那单位自己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之下，就自己在单位里办了设了灵堂，举行一些追悼会啊。那么当时也流传很多大字报，很多诗歌。可是呢，他1月8号，他毕竟没过几天呢，他慢慢也就消停下去了。所以刚好不早不晚，他遇到4月5号这一天呢，有这么清明节。你因为中国你大陆那过去那种情况。你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集会自由，因此哪怕一件事情千千万万人都有共同的理念，有共同的情绪，但没有人发号召啊，那你所以就搞不成个事啊。你不可能这么多人，天南海北各个地方人，他们在同一个时刻采取同一个行动，你做不到。他既然4月5号这个特殊的日子，传统的节日，就客观上就起了这么一个集合令的作用，起个动员令的作用。所以要是没有4月5号这一天，如果没有那个清明节，或者那个清明节来得更晚一点，那我们对整个历史就整个不一样了，以为大家就是悼念周恩来，就不知道在悼念周恩来中体现出有这么多的反叛的色彩。那现在问题一样的，你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次悼念李克强已经表现出若干
程度的这种反叛的色彩，但是呢，他今后我们也可以估计，他今后如果发展下去，他确实有可能变成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暴，但是能不能变成那个样子，那就取决于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了。如果在下面他接着就没有个像四五这样子的日子呀，或者没有一个特殊的什么事件呢，他也许他就成不了事，他就不会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风暴。但这里呢，确确实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人们的这种反对，尤其是看到了很多人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其实有这种大家太你不用这些事我们都看得见吧，你想想习近平上台以来倒行逆施，他对思想的言论的进行这种严厉打压，不要说是异议人士了，包括是那些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是非常非常的不满。另外呢，他对民营企业的打压，你像马云这些企业家，过去江湖时代都是春风得意的，现在搞得灰溜溜的，那他们能高兴吗？不可能的呀。另外，他以反腐败为名，这个清除异己啊，打了那么多官员，包括那么多军人等等等等。那官场对他不满意也大有人在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有很多招致很多不满，这个是完全可以，这个是不在话下的。问题就是缺少一些共同使大家能够共同表达这种不满的这么一些特殊的事件。那你这次事件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至于他将来会怎么样发展，那还要取决一些其他的，我们现在很难判定的一些因素。刚才在节目进行中，明老师讲的一件事，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说这个中南海的这个工作人员取了两个绰号，一个胖子，一个眼镜哈。这样他更加深了说这个外界的一些这个观察，因为在这个李克强今年三月他卸任的时候，我印象对他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他在告别谈话当中，他突然讲了一句话，因为在台湾我们常讲说“狼烈者听内垮”嘛哈，哎，结果李克强也同时引用了这句话哈，他说“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所以在那个时候李克强就意有所指，是吧，明老师？很明显呢、啊、很明显，不然的话你怎么说这种话呢，对不对？这话讲的轻一点就是警告，讲的重点是诅咒啊，是不是这样？那你一个堂堂总理下，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一个堂堂总理下来为什么说这个话？你如果是正常下来的话，应该讲说，哎呀，我们这几年在这个国务院工作，然后跟各位同仁相处很好，然后我们也很努力，非常感谢各位同仁，我们也做成很多事情，但是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完，但我时间到了我必须下来，但感谢大家这样的好不好，那我先离开了，大家继续努力，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再回来帮忙，是不是这样？你正常退下来是这么说话的吗？你不会讲说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这话讲得轻就警告，讲得重就诅咒了，你给我这不是不报，到时候未到，时候到就要报，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这个是，当然我们看到视频了啦，因为他是那个视频是从那李克强右边右上角拍下去，然后他是这样讲，然后旁边围了一圈人，是，那如果这视频是真的，他讲的话是真的，表示他的心中那个就是胖子跟眼睛的争斗是很真实的。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争斗有两层了，第一层争斗就是个人的权力支撑，这比较小的，另外比较大的就是大我之争，大我之争就是我觉得我的方法呢对国家对民族比较好，你的方法呢对国家民族甚至对党都不好，所以我认为你是错的，我认为我是对的，那现在我不就憋屈了这么多年，我没办法，我只好丢下这句话来，这句话怎么做个见证嘛，做个见证就是说勿谓言之不预，我已经说到前面了啊，那么我刚刚讲的是说的轻是警告啊，说的轻是提醒跟警告，说的重了那就是诅咒了，那这个东西也就是跑不掉了。我不晓得这事情是不是真的，不过一直传说习近平是信佛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他们家是信佛的，或者他家至少跟佛教呢很有的渊源的，然后甚至还讲的有鼻子有眼睛，那如果真的这样，李克强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讲的话呢不但是意有所指，而且是有所本，所以我回应一下胡平兄刚讲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的，你说是不是真的会发生群众运动或暴动，我们不敢这么说，但是我们看见什么呢，社会氛围是存在的，社会氛围是已经那个就是那个舞台已经搭好了，你说这几年搞到这个民生这个凋敝，然后搞到很多人失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然后呢你又在管制言论，管制思想，管制网络什么的管，然后现在你在悼念都管，你连我们发泄一下都不行，所以那个氛围是存在的，
至于说是不是真的爆发呢，那就刚刚像胡斌兄讲的，是不是有那么特殊的一个机缘去点火把它火点起来，这点我是没办法预判。嗯哼，大家今天时间的关系啊，那么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就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当时这个中共官方在提出所谓共同富裕的这个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李克强也讲了一句话，公开讲的，他说全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哦、那他当时也提出说希望那个大力的发展地摊经济，这很显然的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做法是不一样的哈，这是一个在政策上他们两个相互矛盾的。另外我们在看到刚才也提到了说李克强他在卸任的时候他那个谈话、啊、就是这个人在干天在看的这个谈话，以及这次他过世之后中共强力了这个采取了管制跟维稳的这个做法。胡斌兄，从这些迹象我们要去解读现在习近平还在面对中共内部高层的势力的这个反扑吗？胡斌兄。他在中共高层在内部肯定是有相当大的阻力，有相当多人对他的不满。只不过呢，他特别是经过了20大啊，他使得像政治局常委这一圈人几乎都成了习家军，这个是过去自毛之后中国高层从来没有过的局面，乃至于在邓时代，不用说江时代和胡时代，那中共最高层总不是一家一派治天下，总还有些不同的派系。而到了20大之后呢，那我们看到呢，就是真的是除了习家军就没有别的派系了，那么当然其他，这是中共的最高层。这么一来呢，就是他虽然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在最高层这个圈子里头，那都是他的人，所以这使得就是中共要是像，因为在别的共产国家也发生过呀，就是看上去是还是在他体制之内，在建制之内的一些内部造成了一些反对，乃至于造成了重大的政局的变化。那这里好的坏的都有了，比如包括赫鲁晓夫，那就是他跑到去休假去了，回那莫斯科那边那几个他的同僚高级同僚就开了个会，然后等他一回来，连着大家一块举手就把他第一书记给他罢免掉了啊，也就是是他高级同僚就把你给搞下去了。那现在这就很难了，因为高级同僚全是你习家军，这个就不太可能了，但是他通过别的方式还是有可能的，这个在共产党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种先例。但是总的上是说，他现在从体制上来讲，习近平使得别人依循体制所提供的一些非常有限的方式要反对他就变得格外艰难。但是这里当然不排除人们可以有一些超体制的一些体制外的方式，这种事情在共产党国家其实也不是就是没有发生过。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相信有一点，那就是习近平实在是树敌甚多，他的地位呢是显然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只不过这种制度本身它可以使得一个独裁者哪怕周围没有几个人真心拥护你，你居然还是可以靠这种体制本身造成的效果在一段时间内相当这个维持下去。因此这个事情他到底最后是以这样情况做结局，还是以那样死在任上，还是中间他们发生某种政变啊，那某种变化，那当然取决一些当事人一些很偶然的一些因素了。刚才胡斌兄一直用习家军来这个形容哈，这是我想在这个明老师在回答前我补充一下，对习家军的这个说法大家都认同，同时也这个常常说，包括我在内。可是我在前一阵子我们看到了，包括中共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这根本就是他一手栽培的习家军嘛，可说换就换也没有什么理由，对不对？然后在稍早我们看到有国外的这个通讯社引述了所谓的内幕消息，就是曾庆红跟池浩田当面的斥责了这个习近平，说他的这个领导无方嘛，哈，这一连串事情这个统合起来，这个习家军真的是稳吗？明老师应该这样说，第一呢就习家军稳不稳的问题哈，要这样看，就是中共因为他太强调斗争了，就是这个外面有敌人的时候你就斗，外面没有敌人呢就自己斗，这个都是一个传统了，这已经看我们看了很多年，都不是说最近才会有的，所以很早我们就预测你习近平去斗吧，你把外面都斗完之后自己就会斗，所以最近传出消息是蔡奇斗李强嘛，
最近传出来是这样的哦。然后你可以看到最近李强声势低很多，然后蔡奇声势高很多，蔡奇兼了很多职位，然后蔡奇还开了一些会去召集了这个党跟这个政府的国务院的这个秘书帮呢来开会，而这会呢是蔡奇主持，照理说应该是两个同事主持，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这第一个就习家军内斗的问题。第二就是独裁政权是这样，我们观察了这个古今中外这历史啊，我们用读政治学，我们常读这一段，就独裁政权在崩溃之前呢，看起来都非常强大，都没有任何问题，可一旦崩溃之后就非常快，然后瓦解的非常快速，大家回头说啊，原来其实有很多迹象啊，那个就像这么他们大陆这个共产党常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他们叫千里之堤了溃于蚁穴，那我们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蚁穴了，现在问题就是蚁穴什么时候爆掉你不知道，刚胡平生讲就是我们都看到蚁穴了，但这蚁穴在哪个点上它受不住压力突然崩掉，这个不晓得。所以独裁政权从东欧开始，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等等，一直到苏联到蒙古，它在不崩溃前你看都挺好的，都好像这个抓得紧紧的，然后旁边这个都是呼风唤雨都是我的人，等到一下子投票的时候你看啊，这个戈巴契夫去下黑海嘛，然后就差点回不来了。然后叶尔钦在这边过了几天之后，哎下这个突然间这个普京又上来了。所以在他没有崩溃前看起来都挺好，但一旦崩溃的回头看过去，你看百孔千疮。所以今天就是情况。我们不说啊，这个每个社会这都不会有问题，我们不这意思，我们想的是每个社会都有问题，但是民主社会呢，它自我疗愈比较强。他有外在监督，是自我疗愈比较强，而独裁社会因为没有外在监督，所以他可以，所以常常讲说，他不一定可以洗脑，但可以洗什么？可以洗嘴，可以把你嘴给洗了，但你脑子没有洗，所以就算我今天嘴巴服了你了，但我脑子不服，但一天的机会来了，我就动手干了。不要说现在了，当年凯撒不是很惊讶吗？啊 ，Brutus 原来也有你啊，对不对？就是身边的徐家军嘛，那就是凯撒军嘛。所以，我还是同意胡平生刚讲那个氛围在这儿了。但事情什么时候爆发呢？要看到爆发点存不存在。就这么回事儿。是这样，在中共的内部有长期漫长的这种遏制的这个斗争的这个历史，同时中共的权力结构呢，一直是一个不透明的一个规则的一个情形，这也使得李克强这次过世所引起的议论，后续的发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是戴中人，谢谢您收看我们节目，我们将持续的关注中国的这个现况，来告诉全球的观众朋友，也谢谢今天在台北跟在美国的两位嘉宾，跟两位说声谢谢，辛苦了，谢谢，我们下次再会，谢谢。